小池，舍不得。没有，入选国家集训队是好事儿啊。是吗？行，替我恭喜沈队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小慈，你放心吧，国家集训队不是正式的国家队大名单，还需要通过选拔才能进入国家队。到时候我也会进的。小主播，别难过，来，擦眼泪。谁要你的稀罕纸啊？是刚才小慈出来你没送出去吗？哥差的是这张纸吗？我看小慈心情不太好，你不去陪陪他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跟小慈现在正甜蜜着，悲伤只是一时的。等沈秋安走了以后啊，小慈多的是时间跟我在一起，我还怕抚平不了他的伤痛。小主播，别难过了，又不是生死离别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想倾诉、想喝酒的时候，记住，尽管找我。哎，干嘛呢你？沈清源，你是醋坛子澄清吧？我刚才安慰他呢。他这样，哪点比我们家小四好？他哪儿不好了？他呀，哪儿都好，所以你就缠着他。你这是绕我话呀你！算了，我跟小主播也没几天，懒搭理。你跟他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